这个送这个的话能长多少？鼓，对，就那个鼓，擂鼓助威，嘉年华里的礼物，就送嘉年华里的礼物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 送这个擂鼓助威，或者是荣耀奖杯，或者是追寻梦之路，这个这些礼物都可以是吗？哦，这个意思啊。可是为什么感觉还是26名呢？他不往上涨呢？ 站在海角天涯等待，等到海枯石烂，你却肆无忌惮。我着了魔的在人海徘徊，还差14点，还差14，送的少。嗯，要积累的人多，一起送比较快。 我说呢，我看着他们都送的都挺多的，有的都2000多，荣誉值了，有的都2000多，我400多，我400多荣誉值，不理解，嗯，没有怎么了解过这个东西，没怎么了解过。放手去爱，情话说的太慷慨，谁知道海誓山盟石沉大海。 这么好的女孩，跨过荒凉的那份爱，却走不进你心里的天台。如果今生不能相爱，来世重来。欢迎雷厉风行哥，欢迎。昨天我第二名，这么厉害？昨天第二名，不知道啊。 我还真的不知道。多年以后可曾为我伤怀？春去冬夏秋来，耗尽2鬓斑白，在跌跌撞撞之后才明白你要的爱。如果今生不能相爱，来世重来。昨天正好看到了，昨天我都没有注意看，昨天我真的没有注意看这个。 年度嘉年华，这个什么地区赛进行中，我没看。一寸相思，一寸发白，相思存在。多年以后，可曾为我伤怀？百强第二吗？不是，就这个地区赛吧，估计应该就是这个地区，什么年度嘉年华的这个地区赛。 对，昨天好像还是你没打比赛吗？没打呀，没打呀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打这个比赛的，我也在这个上面呢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